揀咗俾你。喂，整個偏頗好喎，非常偏。嗱，我哋換啦，換啦，換啦，換啦。咁啊，咁冇啦。如果你驚啲人睇唔到細節，因為佢話非常應該，好似就誤會咗係應該放生啊。啊，呢個啊，非常影響，非常偏頗啊。非常偏頗。啊，都係你細心。左邊先好冇？好啊。慢慢望，左邊先。呢邊。好，中間。右邊，執得曬曬啊！兩位，中間啲 cam 都望幾大啊？呢度係 cam 啊，住啊！OK，OK， 好，唔該曬。咁啊，攞翻呢個圖啊先。好多謝埋啲，多謝各位傳媒朋友。咁就出席呢個記者會。咁我哋喺個記者會嘅目的好簡單啦，就係我哋啱啱做咗問卷調查啦。咁就簡介一下個調查嘅方式同背景先啦。咁就喺12月14日至到去12月20日。我哋喺朝十晚十嘅時段，用咗電腦語音調查嘅方式，就係抽樣方法係電腦隨機抽樣，咁就係問咗咧成功回收到582份問卷翻嚟，咁咧就接通率咧就係55.6%，但係成功回收率嗰個就1.17%，咁都根據我哋過去做語音調查嗰個經驗，都唔算係有乜特別嘅啦，個數都係好正常嘅，咁得到一個咩結論呢？個題目其實就係我哋想了解一下，就住律政司對於 UGL 案作出不檢控梁振英呢一個決定，市民大眾係點睇？我哋係 set 咗四條題目嘅，我講翻個數字啊。咁第一條我手上而家拎住咧，就係認為過去律政司就牽涉高官嘅案件作出檢控嘅時候咧，會詳細公開交代調查結果同埋法律嘅分析。而今次梁振英的 UGL 案咧，就係冇向公眾咧詳細講解嘅，冇解釋嘅。咁你認為律政司係咪應該交代詳細嘅調查結果同埋法律理據咧？咁出嚟嘅結果咧就係、是、數字見到啦，65% 咧就係話非常應該，10% 咧就話應該。咁咧表示非常不應該同埋不應該咧，就係、是、分別係8%和7%。咁大家留意啊，呢個係壓倒性結果嚟嘅。一共有75% 嘅人咧，就是、認為係應該要交代詳細嘅法律理據同埋有關調查詳情嘅。咁呢個數據，一陣間林卓廷師會同你做啲分析。咁就第二個得到嘅數據係咩咧？就係、是、讀一讀條題目啦。過去幾次涉及高官嘅案件咧，包括梁錦松、曾蔭權案、湯顯明案，律政司都有外聘大律師提供獨立法律意見嘅。今次咧，梁振英 UGL 案咧。就冇咁做嘅，咁你認為律政司係咪應該外聘大律師、提供法律意見，作出是否檢控決定呢？咁表示咧非常應該，即係認同係要外聘咧獨立嘅法律意見咧，就係、是、有60%，應該有12%，兩者加埋支持嘅咧，一共有72%。至於認為非常不應該同不應該咧，就係17%加埋，咁啊冇意見就係10%左右，11%。咁第三條題目嘅結果咧，亦都係壓倒性嘅。我哋見到咧就係、是、為免市民認為律政司咧處理呢啲重大嘅案件嘅時候有偏頗或者利益衝突咧，律政司係會外聘大律師提供法律意見啦。而梁振英作為國家領導人之一，全國政協副主席，又係前行政長官，你認為律政司自行決定不檢控，會否令你認為律政司係有偏頗咧咁樣？咁出現嘅結果咧，又係壓倒性嘅，認為非常偏頗咧有58%，認為偏頗咧有16%，咁咧兩者加埋咧係74%，又係同之前嘅數都吻合嘅，即係75%左右嘅人咧覺得係唔啱嘅，啊好偏頗咁樣。
咁至於認為非常不偏頗同埋不偏頗咧，就加埋就分別總數係17%，冇意見咧，亦都係大約一成係9%。咁最後一個數字啦，就係、是、律政司決定就 UGL 案不檢控梁振英，會否影響你對香港廉潔同埋法治嘅信心咧？出現嘅結果咧就係52% 認為非常影響，認為影響嘅有20%，加埋係72%。咁咧非常不影響同埋不影響咧，加埋咧就係18%，分別係9%嘅，加埋18%。至於冇意見咧，亦都係統一地咧，都係一成嘅10%。咁見到依個亦都係壓倒性係認為佢好影響對法治同埋廉潔嘅信心咧，就係七成二啊。咁你見到幾個數據都係好統一，並且出現一種好奇怪的現象，就係、是、同我哋以前嘅調查有啲唔同啦。以前嘅調查通常呢類調查咧都係攬屈型噶嘛，大家知道。即係好似個籃球咁樣，兩邊咧最極端應該係偏向少嘅，中間嘅意見咧應該係隨著比較多嘅。咁就但係今次嘅結果咧就係呈現一個倒三角嘅，即係認為佢好錯、好偏頗、好唔啱，不認同律政司嘅做法，甚至認為佢決定影響咗法治同埋廉潔嘅信心咧，係佔咗絕大多數。咁加埋嘅市民咧都係大約係75%嘅。幾條數都是很統一的。咁我先交俾阿婷分析一下，同埋講講我哋嘅意見。咁我最後先交代嚟緊，我哋有啲咩做？各位今次嘅民調結果咧，係我哋民主黨用語音系統進行嘅民調，近年嚟最一面倒嘅結果嚟。正如頭先阿尹兆堅話齋啦，過往通常係近中間嘅答案咧，會係佔多數。但係今次咧，係好明顯大家見到，我哋以律政司的決定會不會令你認為律政司偏頗這個問題做例子呢，是58%認為非常偏頗，認為偏頗的是有16%，夾埋是有74%人認為非常偏頗或者是偏頗。第三條，即是這個58%認為非常偏頗呢，是我們近年做這個語音調查呢是非常罕見，即係最極端的答案，反而是最多人，而係過半數是咁樣認為的。嗱，呢個情況亦都唔係淨係一條問題喎，咁多條問題嘅答案出現同樣的情況，就是近50%多、60%人都是選擇最不滿意律政司的做法和決定的答案，而計埋即係影響。或者是應該即等等是比較相對溫和啲，但係不滿的答案嚟講咧，每一條都係超過70%人係強烈質疑律政司的做法和決定，有10%人大概冇意見啦，真係支持律政司的決策咧，只是10%多嘅啫。咁所以今次咧係我哋民主黨近年做的語音民意調查嚟講，最一面倒的答案。民意是非常之清晰的了，就是律政司今次不檢控梁振英的決定，又不找外判大律師，又不去公開他詳細的法律理據和廉署的調查結果，市民是認為律政司是非常偏頗的。我們看回律政司在早前答郭榮鏗議員有一個書面問題的時候，就律政司考慮什麼因素會外判大律師呢，他寫得很清楚的，就第五點，為求審慎起見呢認為適宜尋求獨立外間大律師提供法律意見或服務，以避免與人有偏頗偏袒的觀感或出現利益衝突的問題。咁現在個民意好清晰嘅咯喎，就認為律政司係有偏袒喎。嗱，係唔係真係有偏袒？鄭若驊自己心知，但係公眾嘅觀感就係佢確實係有呢個偏頗。淨係呢一樣嘢已經係損害緊市民大眾對香港嘅法治同埋廉潔嘅信心啦。所以我認為咧，律政司是應該要重新考慮將梁振英 UGL 案和周浩鼎
串同梁振英干预立法会两单案，一同交予外判大律师重新寻求独立的法律意见，同埋将有关的法律意见最终是要公开翻俾公众，亦都要列出埋廉署调查呢两宗案件的重点结果嘅。大家呢几日一路都听我哋讲呢个板娘子的声明，其实就是现在律政司处理呢单案件的理据同埋公信力，就是得咁薄弱的内容啦，就是得咁多啊。律政司喺到现在都仲系休假当中啦。嗯。咁呢个我交俾阿尹兆坚再去评论一下佢嘅表现啦。OK， 我补充一下呢一点啊，即系阿婷都讲咗我哋即系民主党嘅睇法同理据啦，觉得点解要外聘獨立的法律意見啦，揾大律師外聘的大律師去到俾意見，就是要避免偏頗。呢、這個我喺我哋第一天已經講，嗰、那個唔係一種律政司個人喜好嘅選擇性嘅嘢嚟嘅，而係即係行之有效咁多年以嚟嘅 convention 啦慣例。而呢個慣例本身唔係貪得意咁過癮啊咁啊做落去，而係有一個理性嘅原因要向公眾説明呢種嘅公道不偏頗嘅狀況，咁就而家好明顯啦，出嚟嗰個結果好清晰啦，即係踩曬地雷嘅，我相信政府。咁律政司今日表現好明顯係唔合格啦，亦都喺正話所講嗰一頁紙入邊解釋唔到有關嘅法律理據。亦都有更難睇嘅狀況係咩咧？佢既唔聘請獨立大律師嘅意見，跟住咧又唔解釋內容，又冇理據，咁仲要點咧？仲要逃避。咁佢而家俾我哋嘅感覺係咩咧？喺公布完有關結果之後咧，竟然走咗去放休假，依、這個真係史無前例未見過，亦都唔知點解係咪咁啱啊？有心啊，定係咁巧咧？又唔罕見。咁呢個做法俾我哋有感覺啊，公眾最少有觀感啦，係咪心虛咧？我即刻諗到以前一個啲細路仔聽嘅故事啊，就好似一個頑童咧，拿住嚿石掟完個玻璃屋之後咧，就走咗去。即係而家係咪佢？掟出依嚿咁嘅磚頭，拆冧咗我哋香港人對法治嘅信心，破壞咗程序公義，連走出嚟面對、解釋、講解佢理由、理直氣壯地回應都唔敢咧，依、這個觀感係好差嘅。咁我估最後嘅呼籲就係、其實如果要修正咧，都仲係有機會嘅。即係我覺得，與其佢去走去逃避嚇、作出咁重大決定之後走咗去休假嚇，亦都唔回覆，不如咧正正經經去面對，而過去亦都有慣例，就係曾經我有媒體都報過啦，2015年即係菲傭被非禮案啦，其實過程中都面對司法覆核嘅挑戰，其實律政司咧曾經都係修正過嘅，係可以改變決定。咁我覺得呢個時間係可以讓佢咧重新聘請獨立法律意見，作出一個更合理，起碼滿足曬我哋幾個要求啦，有明確解釋，有法律嘅理據。並且做最終，如果有齊曬啲嘢之後，作出決定會唔會有所不同呢？咁我哋期望佢係可以做一樣嘢。嚟緊其實法律及司法事務委員會咧，就會係喺1月28日就會傾檢控程序啊嘛，係咪？咁我覺得佢其實仲有啲時間嘅。咁如果呢個期間傾檢控程序又好，及後佢認為原來真係有咁重大公眾利益，公眾對於法治嗰個睇法同埋廉潔程度，原來覺得政府做得咁偏頗，影響了有關的決定，同埋令市民覺得佢係偏袒嘅話咧，我覺得其實而家係好好嘅時機啦，趁呢個時間啊，又有假期喺度啊，係咪？如果政府而家律政司嗱嗱聲咧去到修正咧，我覺得係做得到嘅。我哋喺度呼籲佢一樣嘢啦。咁我最後就呼籲一個行動啦，嚟緊呢個星期日，我哋天下圍攻同埋咧民主派嘅議員咧就發起咗一個守護廉潔法治遊行嘅。咁時間咧就係、2点钟在遮打花园集合，咁我哋会咧游行上律政司办公室，并且咧表达我哋最强烈嘅诉求。咁我哋会有俾市民发言嘅时间啦，另外亦都有一个象征我哋不满同埋愤怒嘅抗议嘅行动啦。咁希望大家呼吁大家嚟啦。另外除咗呢个之外咧，我相信民间嘅声音咧都系会一浪接一浪咁去咆哮噶啦。咁嚟紧元旦大游行亦都系以针对有關 UGL 案的做法
不公義、違反程序公義等等嘅問題咧，去到作為遊行主題之一啦。咁我亦都希望大家咧可以踴躍參加。咁得阿婷有冇其他補充？我呼籲所有市民啦。雖然我哋見到香港近年嘅倒退咧係一浪接一浪，相當令人傷感。我哋嘅民主啦、自由啦、人權啦、法治啦等等嘅核心價值都係不斷被侵蝕，但係我哋係冇選擇嘅，我哋一定係要企出嚟面對種種嘅倒退、核心價值嘅侵蝕，我哋絕對唔能夠逆來順受咯。係唔公義嘅，我哋一定要企出嚟。如果唔係咧，只會令呢啲唔公義一再發生，令到有好多人習非成事。所以今次我哋搞星期日嘅遊行咧，我都希望盡量多啲市民出嚟參與。我知道有好多人可能嚟港放假，或者有佢嘅節日慶祝活動，但我希望市民大眾明白，我哋嘅廉潔同埋法治咧，係經過一代又一代嘅香港人去慢慢建立起嚟，但係我哋現在辛苦建立起嚟嘅核心價值已經是危在旦夕，所以我呼籲市民大眾盡量盡量抽時間來到我們的遊行，如果不是今次梁振英 UGL 案律政司所說的所謂法律理據，其實我認為是歪理來的，這些歪理就慢慢變成香港的所謂道理，甚至很多人以為的真理，那是很多人害怕的事。只是看啊，梁振英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那幾句說話，我再一次引述，他說由於梁振英沒有利益衝突，因此沒有法律規定需要申報他在成為行政長官之前與 UGL 所簽訂協議而獲得款項的金額，因此呢沒有申報並不構成任何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我這幾天即是很多時候見到在政府的人員、公職人員，我都跟他們說，日後我們抓住律政司這幾句說話，你做公職之前呢，如果你懂得吃的呢，就去跟這大財團簽個協議，做他顧問，做他推薦人，一路做公職，一路收巨款在私人財團那裡，你不用提供服務，他亦都不會要你提供服務，那你就沒有利益衝突，沒有利益衝突，你的協議是之前入公職之前簽下的，那就是沒有利益衝突，沒有利益衝突就不需要去申報了。那你就一路做公職，一路收私人企業的巨款，那我們的廉潔界線還在哪裡呢？我們香港還怎樣反貪污呢？這個是很多人害怕的。我跟很多前線的公務員聊天，第一句話當然不行啦，有些粗口出賣大家知道的嘛，有些人說跟我說，我入職的時候要申報我的家屬啊，就是避免利益衝突嘛，家屬都不行啦，何況自己，所以這個呢是很得人害怕的法律意見咯。除非他鄭若驊說其實我還有很大套的法律的分析邏輯在背後的，那他講清楚大家聽啦。如果我從個字面去理解就是這樣了。梁振英大家記得他一直說自己沒有利益衝突，為什麼？他說因為我沒有提供過服務給 UGL，UGL 亦都沒有要求我提供服務，
咁我呢個係即前簽落嘅協議，係所謂黃金握手，提供顧問服務協議，所以咧冇啲衝突就唔使申報。喂，如果係咁嘅，所有入職政府嘅人效法佢嘅話咧，我哋香港啊會重回女洛年代啊，係好得人驚嘅，好得人驚，好得人驚嘅。法律理據咯，咪依個好明顯係一個漏洞啦，即係依個講法，即係佢重新演繹咗法律，並且製造一個新規則。依個新規則如果真係咁理解嘅話咧，依個將會係我哋喺廉潔制度以至政府制度入邊咧一個好重大嘅漏洞，而亦都有違我哋過去一啲相關案件嘅理解，例如許仕仁案，或者我哋對於延後利益等等嗰啲嘅理解，即係而家洗曬牌嘅。咁我覺得依個好離譜。咁當然啦，唔係淨係我哋覺得離譜啦，我哋喺地區正話阿婷又講咗啦，喺地區又聽有啲高官咁，有啲前線嘅公務員咁講啦，我自己都聽到市民其實都憤怒嘅。另外有啲高官甚至前高官啦，即係退休落嚟嘅，都同我哋講咧，覺得咁樣係禮崩樂壞，冇規冇矩嘅。依兩句説話其實咧，林鄭成日掛喺嘴邊嘅，要求政府有規有矩啊嘛。咁我覺得真係好錯愕。如果連呢一班立場比較中庸保守，其實主要是覺得香港的既有廉潔制度和法治是要保守的，而他們也不是所說的盲撐民主派，不是說黃絲那些，一般普通市民甚至是比較保守的高官前高官他們都這樣說，我覺得個問題真的很嚴重。我希望多些市民呢，就是可以明白，就是大家與其閂埋門在家裡那裡好嬲，抌曬地，覺得政府好離譜。咁但係咁做完之後咧，個社會係唔會改變。我希望大家將呢個能量轉化成行動。我哋唔知道嚟緊，我哋繼續爭取會點。我哋都承諾大家唔會停落嚟。天下為公又好，民主派嘅同事嘅工作亦都一浪接一浪。但係最重要嘅係，我希望大家係要轉化成為行動，要出到嚟。最少我哋都要向呢個鄭若驊同埋特區政府一啲咁嘅咁不義嘅決定，打佢兩巴，冇理由俾佢踩到上心口，洗曬牌重來，扭曲曬香港法治嘅精神，到最後俾佢逃之夭夭，即係俾佢用啲咁嘅消時間嘅策略走咗去。可能佢上次食水之味啦，知道慢慢拖咁嘅僭建都冇事啦。咁今次又係咁啊，即刻休假走咗去避難，避到隔到咁上一下個月翻嚟都成個月啦，過埋咩啦？跟住一月尾冇幾耐又話二月又過年啦，係咪用咁嘅策略呢？我哋唔可以中到佢計，所以我哋必須要出嚟咧，大大聲去喝止佢，兜口兜面冚佢哋幾巴。我再補充一點咧，如果我哋睇呢個律政司嘅聲明，而家喺獄中嘅許仕仁同阿曾蔭權咧，冤案，我覺得係佢哋蒙冤咯，因為許仕仁收新鴻基巨款都係佢做政務司司長之前嘅喎。咁同阿梁振英案個法律分析有咩分別啊？嗯，有咩分別啊？但係當時上到去終審法院，法官都話：，喂，對唔住，你喺做公職之前收受啲咁嘅巨款，雖然冇證據證明你做公職嘅時候點樣偏幫新鴻基，但係你咁樣收受啲巨款，已經削弱咗公眾對公職人員嘅信心，同埋呢巨款已經對你構成一個黃金枷鎖 ，Golden Fetters 啊，佢話係，係鎖住你嘅良知噶啦，已經。咁啊，許仕仁所以先至被重判啫嘛。我哋又睇咯，如果用佢呢個咁嘅邏輯，咁嚴重嘅個案都話冇利益衝突，就冇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咁啊，曾蔭權點解俾人告啊？曾蔭權點解俾人告先？他就是因為沒有去申報他那個什麼建築設計師幫他做裝修，曾蔭權又推薦了他拿一個相當低層次的勳章就告他了。那我覺得對曾蔭權來說和許仕仁來說冤案啊，似乎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標準。以前我哋讀《出師表》咧，有句説話噶，
內外二法，即是對內對外呢是兩種不同的法律。現在香港是不是這樣呢？對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家級領導人是不是一套法律？對其他人是另一套法律呢？即是我覺得很多人害怕。好，差不多。有沒有行家有什麼問？我們之前提過這件事了，到現在為止律政司呢都是潛緊水，可能真的去了潛水了，我們未聽過他出來現身講過一句說話，由上個星期三到現在足足一個多星期，他亦都會休假去到27號。我哋其實一早已經對佢不信任㗎啦，由佢僭建嘅時候都要求佢落台，但佢一路厚顏無恥，繼續留喺呢個位置。而佢現在的做法呢，係進一步損害唔單止律政司司長，仲係成個律政司、成個政府以至廉政公署嘅公信力嘅，係全個政府俾佢拖累緊嘅。所以我認為佢一早應該要落台。但他一直不下台，我們都要去做事的。第一，你要公開交代你不檢控的詳細理據。第二，廉署的調查重點結果是什麼。第三，為什麼你不找獨立的外判大律師給意見，違背了你律政司多年來的做法。第四，你是會不會現在知道之前的做法錯了，找一個獨立外判大律師俾意見咧？我覺得呢幾樣嘢佢一定要回應咯。佢在任好，離決定離任好，你都要回應噶，因為呢個決定係你做出嚟噶嘛。嗱，我哋咧係會係尋求方法逼鄭若驊嚟解釋。佢一路迴避拒絕解釋唔清唔楚，我哋一定會提呢個不信任動議。其實所謂的司法覆核案，有人入品了，律政司就用這個做借口說，不可以進一步解釋，我覺得是荒天下之大謬。你如果是有很強的理據是不檢控梁振英的，不檢控周浩鼎的，你在法庭都是說這些理據而已，你嚟到立法會都係講啲理據啫嘛，點會影響到你法庭嘅司法覆核呢？冇錯，我完全唔明個邏輯喎。除非你同法庭係講一套，嚟立法會係準備講另一套。如果係同一套説話，你有咩問題啊？你作為律政司，既然出得呢個聲明啦，嘗試去解釋你嘅決定啦，你咪解得一清二楚咯。如果你解得一清二楚嘅，其實個申請人可能覺得，喂，原來你都好有理據嘅喎，梁振英真係無辜嘅喎，清白嘅喎，我質疑你係錯嘅喎，咁隨時個申請人撤回個申請都未可料咧，係咪啊？咁所以我嗱，你睇翻而家政府啦，逢親有咩衰嘢咧，有刑事查佢，又話刑事查，有人 JR 咧又話人 JR， 永遠都係用呢啲。法庭咩有審訊做借口就唔評論。你而家涉及重大嘅公眾利益、市民大眾，我哋頭先有一條問題係講已經對香港嘅廉潔同埋法治信心嚴重受損啦。咁你仲唔去盡力去解説？而啲解説我睇唔到點樣影響到個司法覆核案咯，你亦都唔係叫法庭點判，你係講啲理據啫嘛，有咩問題啊？我睇唔到有咩問題。啊，
According to our survey, we found that most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are dissatisfied with the DOJ's decision not to prosecute Mr. CY Leung. And most of the respondents think it's a biased decision made by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And it also damaged their confidence in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clean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Therefore, I do believe the Secretary have the obligation to fully explain her decision to the general public. But obviously, she failed to do so. Even worse, she chose the worst timing to take her annual leave without any explanation to the general public for her controversial decision. I urge the Secretary, first, to fully explain her decision, and second, explain the rationale that she didn't follow the guideline of the DOJ to hire a fair counsel to seek independent legal advice for this sensitive case. And I also urge the Secretary to reconsider her decision. She should have hired a fair counsel for an independent legal advice. If the DOJ really ignore all of this, does that mean that they're sending out a message that clean government doesn't really matter here? If she refuses all our reasonable demands, I do think she should step down from her position, since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should be the officer, the most important officers in the government to safeguard the rule of law. But she just let the public confidence in rule of law ruin on her hand. Therefore, I don't think she is able to carry out her duty, or she willing to carry out her duty. And it's a disaster for Hong Kong because of her decision. By the result of the survey, we realized that the DOJ's decision is provoking the majority of Hong Kong people. And this controversial decision of letting CY go is ruining the Hong Kong people's confidence on the clean government, and also the confidence on the rule of law. So I hope that the DOJ can fix the problem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try to review that case, and so to meet the general public's expectation.你係有理據嘅，你喺法庭有理據，喺公眾面前都係有咁嘅理據。你唔好成日揾嗰啲法庭案件啊，咩刑事審訊啊。你見阿周浩鼎都係啦，一開波話有刑事調查，佢都出嚟講幾句啊。佢都講啊，佢係律師，咁點佢又講啊？阿梁振英都成日講啦，一路查緊佢，佢都講啦，點解唔講得？你如果係清白嘅，我哋夠俾人告啦，話我哋妨礙咩立法會人執行職務，我哋都申冤啦。點解唔講得？講又妨礙法庭程序啊！唔好咁搞笑啦。呢啲咧只係一個幌子，一個藉口，就等啲人以為咧法庭審訊咧就乜都唔講得，唔係咁噶香港。
你而家唔係干預緊法庭嘅程序啊嘛，你係講你一個真誠啊，重要嘅公眾嘅決策，你嘅理據，你只要係如實咁去解釋披露，咁有咩問題啊？有咩問題啊？有時法庭嘅決定啊，啲建制派成日都講噶啦，喺度批評呢樣批評嗰樣啦，佔中案又查緊啦，佢又講咁多嘢，成日寫咁多評論，佔中案又評論得，其他嘢又唔評論得，仲要三無赦，咁雙重標準啦，我真係頂佢唔順啊！你留意個法律顧問的用字呢，他是很小心的，你聽回他的說法呢，他說你不要涉及法庭的程序， OK， 他不是說律政司不來得解釋的，你聽回個法律顧問那句說話，他不是說律政司是不可以來到，是不可以解釋的決定，並沒有這樣的說法的。 Lulu 有沒有？喂，我哋立法会咧系议政嘅场所嚟嘅，即系大家唔肯象牙塔咧去讲一啲空中楼阁嘅嘢嚟噶嘛。我哋举一个事例，立法会理论上就只系讨论政策，但系国泰啊泄漏900多万乘客资料啊，都系事件嚟噶啦。开会咪全部讲国泰，你唔好同人讲话喂。我哋唔討論個別個案啦，所以乜都唔講，唔係咁噶。事實上，政策同個案分得開咩？你啲建制派都喺度成日講啦，佔中案又點點點，啊黎智英案又點點點，你都成日講啦。你講就得，人哋講又話喂個案，你咪打鬥講咯。我又唔驚啊，打一攤出嚟，啲邊個告邊個唔告，咪叫律政司講咯。我就申報利益，我都喺佔中案俾人拉過。我補一句回一回，最後一句就是，我相信這個不擔心的，當然有一些所謂的規範，我相信我們議會的同事呢有足夠的能力呢，在我們日常工作裡面呢準確地問到合乎到規程 的問題咯。我先請大家傳媒留意一件事，不要人家說是黑金案就黑金案， OK， 這些引述要很小心。黑是什麼呢？我曾經在香港電台節目問過陳勇、他說黑金，我問黑是什麼？黑社會的黑啊，還是洗黑錢的黑啊？不敢答啊，是完全不敢答啊。那 你有什麼證據說先說人黑？你沒有的，請大家傳媒就不要用他的 term， OK？ 你說懷疑啲政治捐款的案件， OK？ 我覺得捐獻程序係啦，呢啲我覺得合理 的描述嚟嘅。好啦，你要提咩嘅案，你咪提咯。嗱，因為我哋現在講嘅係律政司有冇偏頗，有冇利益衝突啊嘛。律政司同嗰啲佔中案嘅被捕人士同我哋邊個熟啊？同你熟唔熟啊？尹兆堅同我熟唔熟？我都唔識佢，即係老老實實，我喺立法會隔咗幾十米同佢講過嘢嘅啫，就係全部公務，私下一句説話都冇講過，一句説話都冇講過，一杯茶都冇飲過。咁有咩偏頗？有咩角色衝突啊？咁佢如果話律政司去處理啲佔中案或者其他案件有咩偏頗啊？有咩角色衝突啊？個決策唔合理啊？你叫律政司解釋你聽點解唔告咯？我覺得冇乜所謂喎，你個透明度越高越好喎，有咩問題啊？我唔覺得有問題。但你面對現在梁振英咁嚴重嘅案，公眾咁強烈嘅質疑，你可唔可以唔解釋呢？你唔解釋嘅個結論就係70%人唔信你律政司，你以後律政司做乜嘢嘅刑事檢控決定，70%人都會覺得你係唔係都係偏頗。是不是都是有利益衝突，是不是都是用雙重標準，這個對香港的法治損害之深啊，比過往狐仙案有過之而無不及啊。狐仙案的時候梁愛詩都站出來跟公眾解釋啊，
阿梁愛詩都唔會走咗去放假啦。你真係衰到咁嘅，你個律政司真係離曬譜嘅真係。啊，答翻阿 Lulu 嘅問題，我相信咧，根據建制派嗰套做事嘅手法同埋思維邏輯咧，的確係極有機會咧，就將其他啲同今次最關乎嘅焦點咧，唔拉更嘅嘢咧，即係炒冷飯。咁咧就務求擾亂視聽嘅，依個我哋控制唔到，都阻唔到。不過我想忠告佢哋啦，即係香港市民都係聰明，眼睛係雪亮嘅。大家都知道而家我哋針對住最關注成個社會，包括我哋今次問卷得出嘅數據，大家最熱切、最不滿，認為政府偏頗係咩事？如果佢哋嘗試用呢啲手段去到擾亂視聽嘅話，我相信到最終咧。被反噬的是他們自己，因為他不站在維護香港的法治和廉潔的精神上做事，我相信市民是會懲罰他們。我們看回個民調結果，如果我們用香港的政治光譜，我當現在建制派是有近五成，我們民主派近五成，他們建制派以至很多中間的選民都很清楚跟他們說，喂，他對這個律政司的做法和決定都是極之不滿意。那我們接下來希望可以再做多些不同的民意調查，希望可以再準確一點去反映市民對這件事件的看法。但我想說，香港呢是有是非之分的，不是呢你說歪你說一百遍呢就變成真理的，你說出來呢面不紅耳不赤，但市民大眾眼睛是雪亮的，會知道哪些人是講人話，哪些人是講鬼話的。你講那麼多鬼話連篇，你自己起身照下鏡都會覺得自己面目可憎啦。 OK OK 好，謝謝。謝謝。喂，幫手 set 圖。